的女儿。儿童节快乐！到了一六小小啊，从古锥的小毛巾，尽扫好每一位幼稚园甲国小的小朋友，祝大家儿童节快乐。手上可以做什么啊？洗脸。这条小毛巾是由胖子综合研究所所捐赠的，将赠送到了全市12,000多位的儿童，作为今年的儿童节礼物。一路小小花希望期待小朋友会当养成过来洗手的习惯，一生平安健康。今天最主要的是要送咱小朋友儿童节的礼物，咱都曾经是小孩子嘛，所以儿童节是很期待的一个节日。那我们今天送的是金刚甲南纺中所哈白所长提供出钱又出力，我们送给全斗六市的小朋友哈，幼儿园跟咱国小的儿童大概12,000黑，那给的是咱的小毛巾啊，就是俗称的手帕，那送给小孩子一份好的习惯。那希望他一生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小小我认为，小毛巾会当着好使用，减少卫生纸的使用量，和小朋友的双手保持清洁，远离各种的传染病。因为常洗手是一个很重要的卫生习惯。那洗手了呢，最贴心的就是一个小毛巾啊，就是这个手帕。咱手巾咱来放伫随身带在手上，其实讲吼，不管是咱擦手、擦嘴，甚至流汗哈，小朋友讲吼，包括流鼻涕哈，都可以流口水都可以擦。所以实在是哦，小小的一个手帕，万用无穷，上重要养成好的习惯，一生的礼物。当然，是讲说送毛巾给小朋友的另外一项意义，就是因为婚姻是毛巾的故乡。胖子综合研究所搁设在大拉市，所以小毛巾是一项上赞的儿童节礼物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